韩国歌手宣美赴美国为某时尚杂志拍摄的最新画报于22日公开，展现了自由自在的主人公魅力。在拍摄后的采访中，宣美表示自己过去一年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变化，通过变化让我走进了大众，向大众更多的展现了我的色彩。可是呢，这首歌仿佛讲述的都是我的真实故事，感觉自己也因为这首歌变得更加自由了。